潜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的能力显为至高，伊的威仪传遍全地，以奇妙的作为彰显了整个浩瀚的宇宙，让人惊叹不已。上帝创造的一切侪是美好的，以每一样的创造侪向人类显示出上帝的美善和能力。上帝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，随后上帝用地上的泥土创造出第一个人。上帝拿生命的气息吹了伊个鼻头里，伊就成了有灵性的活人。搿个人名叫亚当。上帝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，用伊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，作为伊个妻子和同伴。上帝创造人的辰光，拿自家的一眼属性拨人，好让人能够享受和伊亲密的关系。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园子，叫伊甸园。亚当和夏娃就来搿搭幸福的和上帝生活了一道。这个辰光，世界高头没痛苦和希望。上帝对人讲：“来伊甸园里头，其他树高头的果子，侬侪可以吃；除脱一棵树高头的果子，侬不可以吃。侬要是吃了，就一定会死。”但是有一天，魔鬼引诱我去吃不该吃的果子，我不仅自家吃了，还拨伊丈夫吃。亚当告我搿能介做。因此伊拉就犯了罪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人和上帝亲密的关系就破裂了。上帝拿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头赶出去，伊拉因为不顺服，就有了搿个下场，而且死亡也领到了伊拉。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也侪因此经历到痛苦和死亡。但是上帝非常怜悯人类，伊继续深深的爱伊拉。上帝为人预备了一条路，好让人能够重新回到伊搿搭，和伊恢复亲密美好的关系，和伊生活了一道。上帝在圣经里已经拿伊救赎人类的计划告诉了人，搿就是上帝勿按照人该受的刑罚惩罚人，反而让自家的独生儿子替人受刑罚。圣经中记载，上帝向古代住了中东的一个人显明了伊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个人叫亚伯拉罕，伊相信上帝，尊敬上帝，上帝答应要祝福伊，赐给伊一个儿子，让伊个后代将来要像海边的沙子和天空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。上帝要通过伊个后代来拯救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，因此上帝就算伊是个女人，还拿伊当作自家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看伊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，服从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叫亚伯拉罕拿伊心爱的独生儿子当作祭物献给上帝。亚伯拉罕晓得上帝会透过搿个儿子赐给伊交关后代，因为伊相信上帝的搿个应许，就决定顺服上帝。搿能介，伊打算杀了自家的儿子，好当作祭物献给上帝。但是上帝讲：“亚伯拉罕，不要伤害侬的儿子。现在我晓得，侬的确敬畏我，愿意顺服我。”上帝在附近预备了一只公山羊，搿只羊的角被一颗小石磕牢了。亚伯拉罕就过去捉牢羊，用以代替自家的儿子献给了上帝。上帝预备搿只羊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献了祭坛高头，搿就像亚伯拉罕显明了上帝对人的爱。上帝爱人，就像父亲爱自家的小人一样。上帝通过搿桩事体，向人显明伊拯救人类的计划，搿就是上帝要自家预备一只替罪羊来替阿拉的罪献。上帝也向古代的交关先知显明，伊要派自家的独生子来替亚当的后代死，好除脱阿拉的罪过，
上帝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来拯救人类。啥人愿意相信上帝的独生子是为伊个罪而死？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，伊就能和上帝恢复亲密的关系。先知也称上帝的儿子为弥赛亚，意思就是被上帝高牧的救主。上帝派弥赛亚来救人，做伊拉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在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的一千多年当中，交关先知谈到了伊将要做的事体，和将要发生了伊身上的事体。先知大卫王讲，上帝将要宣告弥赛亚是伊的儿子。其他的先知还用上帝的儿子这个词来说明弥赛亚和上帝的亲密关系。伊拉也谈到弥赛亚要做人的救主和王。先知以赛亚预告讲，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伊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和阿拉同在的意思。先知也在圣经里写明，弥赛亚将要出生了以色列的伯利恒城，伊将骑在驴子高头作为王进入耶路撒冷，伊亲密的朋友要为30块银子而出卖伊，伊将牺牲自家的生命来拯救人类。但是上帝要让伊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让伊身体回到上帝的右边。将来伊要骑在天高头的云彩回来，上帝要给伊权柄审判全世界，并且要永远作王。2000年前。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高头，伊的一生侪应验了中先知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预告。这部影片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告诉阿拉耶稣是啥人，以及伊讲过的一眼闲话和做过的一眼事体。在这部影片里，有一个演员扮演耶稣，其实没一个人配演耶稣，但是为了让人了解耶稣的生平，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上帝应许的拯救和祝福，所以阿拉还是拍了这部影片。亲爱的地亚菲罗，我提笔写诗，以此向侬叙述五年当中所发生的事体，使侬晓得每桩事体的绝对真实过程。当该撒亚古斯多是罗马的皇帝，希列是犹太王的辰光，上帝派遣天使加百列到拿撒勒城的一位童贞女伊面前，一个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侬辣辣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侬要怀孕生儿子，替伊起名字叫耶稣。我还是童女，哪能可以有搿能个事体呢？圣灵要降临到侬身上，因此圣婴将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，伊个国度没穷尽。玛利亚动身前往犹大城拜访伊个堂阿姐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奇迹一样的怀孕在身。伊丽莎白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妹妹，侬是所有女子中最有福的，侬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。我一听到侬的门按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。我心以真子为大，我灵以上帝作我的救主为乐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拿撒勒的百姓听好，现在奉该撒亚古斯多的旨意，圣若地区加利利和犹太的人民将要保命受查，大家必须在了自家的祖籍认证进行登记。玛利亚，她
和一个未婚夫约瑟一道到犹太的伯利恒去登基。伯利恒的客店里向没地方，伊拉能够寻到的唯一的住的地方，是一个破旧的木板。在了这个一带的荒野里，有一些牧羊人夜里向看守着羊群。上帝的使者在了伊拉面前显现，上帝的荣光从四面照耀着伊拉。今朝在大卫的城里，那个救主诞生了，伊就是主基督。牧羊人连忙去寻找，看见了辣辣马槽当中的新生婴儿。伊拉是首先传播关于童生母亲和救主诞生的好消息的，这个好消息也被称为福音。一周以后，他小囡适应隔离的辰光，为伊起名字叫耶稣。约瑟和玛利亚带了小囡去耶路撒冷，要拿伊献拨了主。辣辣伊面的圣殿当中，有一位善良虔诚的人。圣灵应许伊，辣辣伊没见到基督之前，不会死。伊的名字叫西米。主啊，现在可以照侬的话，让侬的仆人释然而去了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侬的救恩，这个小囡就是上帝的使者。愿衲两家头侪蒙福。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办完了一切手续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拿撒勒。在了耶稣十二岁的辰光，约瑟和玛利亚带伊去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。但是当伊拉启程回屋里的辰光，一位耶稣辣同行的人当中，却不晓得伊留了下来。伊拉回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伊。第三日，伊拉辣了圣殿当中寻着了伊，伊坐了老师和长者当中。这个是啥人的小囡？询问搿种问题，伊是从哪撒勒来的？我们以为伊同我们一道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请原谅伊的奋发之心。所有听见伊提问的，侪惊奇不已。我儿，侬为啥搿能对待我呢？侬的父亲等我寻找侬非常焦急。那为啥要寻我呢？那不晓得我必须从事我父的事业吗？伊同伊拉一道回到了拿撒勒，伊的智慧和身材，以及上帝特指人对伊的喜爱，侪一齐增长。底比利皇帝在位第十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亚纳达兹盖亚法做大祭司的辰光，约翰在了旷野里，上帝的话降临到伊，伊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过得到赦免。赦去那个罪过，接受洗礼。上帝将因此而赦免那个罪过，正像先知以赛亚诗郎所记载的话讲：“有人在旷野里喊了讲，预备好主的道路，修直伊要行走的路，一切山谷侪要填满，大小山岗侪要削平。”弯曲的道路要修直，
高低不平的道路要修为平地，谁人来谁将寻求上帝的拯救。我人应该哪能才好？告诉我人应该做啥事体呢？侬要我人做啥呢？有两件衣裳啊，要分一件，不能一无所有啊。有什么的，要和别人一道分享。老师，我你才是最厉，我你应该做点啥呢？是他法定的数目，不要多收取。我你应当哪能做呢？不要强硬的抢夺别人的钱财，不要妄自别人有数，要满足于自家的力量。告诉我你，侬是基督吗？是啊，基督。告诉我，侬是基督吧？基督吧？我是用死脱那死死，但是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特意加哈大哈不配，伊要用圣灵脱之火脱那死死，伊带着羊肠的彩子，要我羊群麦子收进这个仓库。圣灵降临了耶稣的身上，形状仿佛像鸽子。有声音从天上来，讲：“侬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侬。”开始传道的辰光，年纪大约30岁，伊从约旦河回来的辰光。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拿伊引到沙漠，经历了40天魔鬼的引诱。辣辣迭个40天当中，伊啥个物事也没吃。对伊讲：“侬假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叫这块石头变成功十八磅。”金浪讲：“人活了还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上帝所讲的一切话。”魔鬼又拿伊领上了高山，一眨眼睛功夫，拿天下万国侪指拨伊看。这个一切权柄权我，我侪要交拨侬，因为这个原来是交拨我的，我愿意拨啥人就拨啥人。侬假使辣辣我面前下拜，尊我为主，这个就要归侬。金浪讲，侬要这把主是侬的上帝，只能够侍奉伊。魔鬼又拿伊领到耶路撒冷，叫伊立了圣殿的顶上。侬假使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搿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讲，主会吩咐伊的使者保护侬。经上还讲，伊拉要用手托着侬，免得侬的脚碰了石头上而受伤。经上讲，不可以试探主侬的上帝。
辣辣安山时，伊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。有人叫伊读《先知以赛亚书》当中的一个段落。主的灵降临到我，因为伊先的我传福音给了贫穷的人。主差遣我宣告，被俘虏的得到释放，黑暗的得到光明，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并且宣告主拯救伊的人民的时刻已经来临。伊讲得真好，有道理。哎，是好是好。那听到搿段经文，今朝已经得到应验了。经文真的应验了，但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实现一个诺言。我你哪能晓得呢？我哪晓得？侬讲。那一定会印证搿句俗话，像我讲，医生，侬医治自家吧。那还会像我讲，我你听说侬辣辣加布侬所做的事体，也应当辣辣侬自家家乡里做。我老实对㑚讲了，先知辣辣自家家乡从来不受欢迎。伊拉本来想拿伊推下山崖，但是伊却穿过人群，从容地走出去。伊来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市，叫加巴农。全国遭到罗马人占领的痕迹，到处可以看到。人民渴望弥赛亚的降临，拿伊拉从死火之中拯救出来。愿侬平安，也祝你侬老师。西门，侬的船我能够乘吗？为啥不能？伊不会理。对我你讲话，对我你讲话。耶稣，对我你讲话。耶稣，对我你讲话。从前有两个人上地里去祷告。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一个法利赛人一家头立了海祷告，讲：“上帝啊，我感谢侬，我不像别人搿能贪婪、不诚实，奸污别人的妻子。我感谢侬，我不像埃面一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但我所得到的侪捐拨侬十分之一。”一个税吏立了远远的，却不敢仰面朝天，只是敲了胸膛讲。上帝啊，可怜我这个有罪的人吧！我告诉你，在了上帝面前，做对了的是税吏，而不是法利赛人。因为凡是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；凡是自卑的，必升为高。拿船划到水深的地方，然后侬和侬的同伴们上网捉鱼吧。哦，老师，我你整夜辛勤劳动。一无所获。但是依照侬的吩咐，我现在就撒网。雅各，有恩。过来，帮帮我，快！
我那个时候在长狗了，长狗了，狗了，狗了。是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有罪的人。不要喊，从今以后侬要得人了。那靠近我来，只准耳朵听，就逼得我。应当趁上帝可以寻找的辰光寻找伊，相近的辰光求告伊。恶人应当离弃自家的道路，勿义的人应当除脱自家的意念，归向上帝。上帝就必怜恤伊，因为上帝必光阴赦免，那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你到了，看啊！耶稣，耶稣，我祈求侬拯救我的独养囡儿吧。老师，可怜可怜伊吧，伊只有十二岁，吃快要死了，求求侬，请跟我来。亚罗，非常遗憾，亚罗，侬的囡已经死了，不要麻烦老师了。不要怕，只要相信上帝，侬的囡必得救。不要哭，伊没死，只是困着了。孩子，起来吧。吃眼么子，我关照衲，不要拿搿搭发生的事体告诉别人家。搿桩事体以后，耶稣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字叫马太，坐辣了税官浪向收税。跟我来，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整夜的祷告上帝。
天亮以后，伊向伊拉当中的十二个人致意，并且称伊拉为使徒。这个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伊起名字叫彼得。还有一个兄弟安德烈、雅各、亚约。菲利、巴德罗马、马他、都马、亚拉菲的儿子雅各，得知分传堂徒西门、雅各的兄弟犹大、得知以后成为叛徒的加略人犹大、那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哪个？那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那将要饱足；那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那将要喜笑。当人以那为人子而承恨呢，抵制呢，侮辱呢，并且讲那是邪恶的辰光，那就有福了。当搿种事体发生的辰光，就欢喜跳跃吧，因为那辣辣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伊拉的祖先也搿能对待过先知们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我只有搿点了。侬迭个是啥意思？就只有搿眼眼了？那现在富足的人有灾祸了，因为㑚曾经过着悠闲的生活。伊不想发财致富，简直是疯子。那西郊的人有灾祸了，因为㑚将要哀痛哭泣。人家在讲那好的辰光，那就要遭殃，因为伊拉的祖先也同样对假先知讲了迭眼闲话。我告诉衲，听过布道的人，衲要爱那个仇敌，衲要善待恨那个人，要为咒诅那个人祝福，要为凌辱那个人祷告。有人打侬搿面的面孔，就连衣面的面孔也被伊打嘛。有人夺走侬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伊拿走嘛。凡是求侬的，就拨伊。有人夺走侬的物事，勿要去要回来。那希望别人哪能对待呢？那应该哪能对待别人？那假使单单爱一些爱那个人，有啥个可以仇恨的呢？就是有仇的人也爱一些爱伊的人，那假使仇待一些仇待那个人，有啥个可以仇恨的呢？就是有仇的人也是搿能做的。伊哪能可以莫伊呢？伊哪能可以对伊讲闲话呢？真讨厌！不对，那要挨仇的也要善待伊拉，并且要做到借拨别人物事而不期待偿还。搿能介，那才要得到重生，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伊恩待一些盲恨特知足恶的人。
那要诚实，这样那天父也能诚实。耶稣，拯救我们吧！那不要评断人，上帝就不会审断呐。那不要听别人的罪，上帝就不会听那个罪。那要饶恕人，上帝也会得饶恕那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做侬的龙。施予别人，上帝就会得施予那，因为那给人家多少，就会得得到多少。瞎子没办法的，瞎子带路，否则两个人侪要跌进坑里。侬为啥只看到侬兄弟眼睛里的墨色，却不注意自家眼睛中的大亮呢？老师，引导我呢吧？是啊，现在我呢需要侬。啥侬得知养育侬的母亲几何幸福啊？对个，千万不是聆听而遵守上帝闲话的人有福啊。我想认得这个人，依侬看，伊还是弥赛亚，我们的救世主吧。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伊一道吃夜饭，耶稣就到伊个屋里向去进餐。好了，小家伙，那再出去，那听见吧，出去。给了交关买卖。嗯，伊来做啥？我不晓得呀。晓得莫伊个女人是啥人，也晓得伊过的是有谁的生活。西门，我晓得这个女人是啥人，让我告诉侬一桩事体。有两个人欠一个债子的债，一个欠500人民币，另外一个欠50人民币。伊拉两家头侪没来两上位，债子又免了伊拉个债。这两个人何里一个更爱伊呢？我想是一个欠债多会得到赦免的人。侬讲得不错。侬看见这个女人吗？我到侬屋里来，侬没把我施大脚，但是伊用眼泪为我打了脚，并且用一个头发来揩干。侬没亲吻我，表示欢迎。但是自从我进来，这个女人就不断的亲吻我的脚。侬没把我盖来又脱头，但是伊用香膏脱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侬。伊所表达的巨大的爱，说明伊的许多罪过侪被赦免了。得到赦免少的，所表的这个爱也少。侬的罪过伊蒙赦免了，侬的信心救了侬，平安的回去吧。耶稣到处走游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得伊一道去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几个曾经拨了恶鬼附体而已经拨了耶稣医治好的妇女。其中有称为马大拉的玛利亚、西利的管家、库萨的妻子亚亚娜，以及苏撒玛。但是西律，就是罗马指派到加利利的统治者，拿死刑的约翰投入了监牢。
因为一案牵着西丽，去以自家的弟媳吴为妻子。当我们来到南营城门的辰光，一个出身行列从城里出来，现在是一位寡妇的独养儿子。耶稣看到这位寡妇的辰光，心里充满了怜悯，伊手扶棺木讲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侬起来。”这个死人就坐起来了，耶稣就拿伊交拨了伊的母亲。去问问，伊是不是一案讲的再要来个人，还是我们还要等别的啥个人？老师，老师，是谁个押案关照我们来打听，这个将要来的人是侬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的人呢？侬去拿所见所闻的事体告诉押案，瞎子重见天日，巧劫可以行走，一些对我不怀疑的人，几乎高兴啊！坐了肩胛浪，看见了吧？到了。有一个撒种子的人出去撒种，撒种的辰光，有些种子落了路边，把了人捡的，而且把了飞鸟吃掉了。有个落了岩石覆盖的土地浪下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到水分的滋润。有个落了荆棘丛中。荆棘同种子一道成长，禾苗把了荆棘闷死了。有一些种子落了肥沃的土壤里向生长起来，结实百倍。老师，侬辣一群人当中，为啥总是打比喻呢？上帝国的奥秘已经让衲晓得了，至于别人，是要用比喻来表的，叫伊拉视而不见，听而不明。比喻的意思是搿能个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，一些落了路边的种子，好比人听了上帝的道，随后魔鬼来拿道从伊拉心里夺走了，使伊拉不信道，从而不能得救。一些落了岩石上的种子，代表听到上帝的道以后感到高兴的人，但是伊拉心中没根，因此不过暂时相信而已。到了碰着考验，就退却了。一些落了荆棘丛中的种子，代表听到上帝道的人，但是被今生今世的思虑、钱财特子享乐所困扰，结不出成熟的果实来。一些落了肥沃土壤里的种子，代表听了上帝道的人，持守了了诚实善良的心里，一直到结出果实。没人点上灯以后用案盖起来，或者是放了了床底下，总归是拿灯摆了了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能够看到光亮。任何掩盖了海的事体，总会被张扬出来；任何隐瞒了海的事体，也会被揭露出来，为大家所晓得。所以，衲留心听，因为凡是有的，还要给伊更加多；凡是没的，连伊自家以为有的，也要夺走。老师，侬母亲和侬的弟兄立了外面，要见侬。听了上帝之道而真言的人，就是我母亲，我弟兄。一日天，耶稣得知门徒们登上了一条船。耶稣对一个门徒们讲：“我们渡到河的一面去。”
所以在营境当中亚索困着了。那个星星在啥地方呢？伊拉从咖喱里挖到了湖对面的疙瘩了。亚索，我跟侬没关系，求求侬，不要折磨我。侬叫啥个名字？我叫俊。子啊，我呢求侬，不要拿我呢当入到无底的深渊之中，让我呢进入到猪猡的身体里去吧，这些巨就离开了这个人，回来，进到猪群里去了。侬这个魔术师，离开我呢！快，离开这道，离开这个地方！不管侬到啥地方，我永远跟随侬。回屋里去吧。告诉别人，上帝为侬做了啥事体。亚索带了门徒们悄悄离开伊们，到巴塞大去了。但是大家晓得了，就跟随伊而去。叫搿些人散开伐，伊拉好到附近村庄，特是农庄去借宿，特是寻饭吃。我呢搿里是荒郊野外，
那给伊拉吃眼么子吧。我呢只有五只饼，特子两条鱼。是啊，我呢个上帝，宇宙之王，我呢尊重侬，侬使土地产生了什么？大家讲我是啥人？有些人讲侬是世袭的一后，有些人讲侬是伊利亚，还有人讲侬是古辰光的一位先知，又复活了。哪呢？哪讲我是啥人？侬是上帝的弥赛亚。千万不可以弄搿桩事体告诉别人，人子要受交关苦，并且被抛弃，伊将被处死。但是三天后必将复活。还有啥人要跟从我？我跟从侬，老师。但是允许我先去告别屋里向的人。任何人一面犁地一面朝后看，对上帝的角度才是没用的。任何人要跟从我，就应当杀鸡。天天背负伊个十字架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家生命的，必丧失他生命；凡为我丧失他生命的，其生命必得救。人家是赢得全世界，却丧失他自家的灵魂，有啥个一次呢？假使有人以我特指我的道为耻辱，人只是了了伊个荣耀中，特指了了天父他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的辰光，还要以这个人为耻。我向他保证，这里有人了了死之前，会看见上帝的旨意实现。后来，耶稣带了约翰、雅各、特子彼得上山去祷告。正辣辣祷告的辰光，伊个面貌改变了，衣裳也变得洁白放光。突然有两个人同伊讲话，伊拉是辣辣天堂的荣光里显现的
摩西得知伊利亚，侬将完成上帝的使命，侬将死在了耶路撒冷。辣辣门徒要离开的辰光，彼得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我们要是能够辣辣搿搭计划好啊，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拨侬。”正辣辣彼得讲话的辰光，一朵云彩飞过来，遮盖了伊拉。门徒们非常吓。云彩里一个声音讲：“迭个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所挑选的，衲要听从。”请侬救救伊啊！伊是我的独养儿子，我求过侬的门徒拿猪赶走，但是伊拉做不到。这个鸡没信仰，有荒谬的时代啊！我辣辣衲搿里有忍耐呢，要到几时呢？带伊到搿搭来伐？伤还在医好了，真神奇啊！教导我们祷告，像一样教导一个门徒一样。那祷告的辰光要讲，我们在天的父，愿人们在尊侬的名为圣，愿侬的国降临，愿侬的意志行于地上，就像行了天上。天天赐给我们食用的饮食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。不要叫我们碰着引诱，解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祈求，那就可以获得；寻找，那就可以寻到；敲门，门就会得朝那打开。因为凡是祈求的，才会有所收获；凡是寻觅的，才会得寻到；凡是敲门的，门就会打开。那当中做父亲的，有啥人会得辣辣儿子要鱼的辰光？给伊读书，要艰难的辰光给伊锡纸呢。那虽然不好，上天晓得拿好的物事给儿女，何况天父难道不会更加拿圣灵赐给一些求伊的人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辣辣生活当中不要考虑吃啥，也不要考虑身上要穿啥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。
身体胜于衣裳。那想想乌鸦，伊拉既不种也不收，既没唱也没苦，上帝上去养活伊拉。那比飞鸟不晓得要珍贵多少倍了。那当中也有啥人平日忧虑能多活几天呢？如果那连搿能小的事体也做不到，为啥还为其他的事体操心呢？想想百合是哪能生长啊？伊拉既不劳动，也不丰衣。然而，就是所罗门王竭尽荣华的辰光，伊个穿戴还不是一朵搿能样子的花呢？那搿些缺乏信心的人啊，野草今朝还长了海，明朝就要丢到火里向，上帝还把伊拉搿能介装饰，更何况哪呢？就只增加我人的信心。哪个信心？假使有了假菜籽搿能大，就是对搿棵桑树讲，连根拔起，再拿自家种到海里去，伊也会得尊重侬的。隐忧必然出现，但是隐忧别人的人有得在乎，倒不是侬马上拨了迭个人的头颈里，侬伊丢到海里，搿能样子也比让伊使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罪还好。上帝的角度是哪能样子的呢？伊是搿能个，一个人拿了一粒戒指，种辣了伊个田地里，伊长大成树，连天浪向个飞鸟也辣了伊个枝叶当中筑窟。我听不大懂伊拉辣讲点啥。那为啥同山里得知其他有船的人一道吃喝呢？没毛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此地并不是召唤品行端正的人参会，而是召唤有船的人来参会。再听我人刚刚上帝的国吧，还有啥别的吧？那这个小囡不要吓，因为那个天父愿意拿国赐给那，拿那所有一切侪变卖脱，拿现在周济穷人为自家准备用不完的钱财，在天堂继承那个财富，因为了伊面财富是用不尽的，石偷不脱，铜铸不脱，因为那个财富了哪里，那个心也就了哪里。夫人，侬的病治好了。快啊，快啊！伊病医治好了，真神奇！伊病医治好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臣归于上帝。我人应当工作六天，来这个六天里向可以来医治毛病，来安息日却不可以。假冒伪善的人啊，难道衲辣辣安息日不解开造浪的牛特子驴，牵出去饮食吗？况且迭个女人是亚伯拉罕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迭个十八年，难道不应当辣辣安息日解开一个绑吗？
梁传的老师啊，我需要做眼啥个事体才可以得到永生呢？侬为啥称我为梁传呢？除脱上帝之外，再没梁传的。假名侬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以污言人，应当孝敬父母。我从小就侪做到了。还有桩事体，侬需要去做。侬要变卖脱侬所有的一切，拿铜钿分拨穷人，搿能样子侬就有财富辣辣天上。然后侬要跟从我。但是我呢是富有的商人啊。有钱财的人进入上帝的国是几乎难啊。富人进入上帝的国，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啊。搿样子，啥人还能够得救呢？人不能够做的事体，上帝却能够做到。正确的讲，上帝的国辣辣何里呢？上帝的国来到，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。没人会得讲，看，辣辣伊面或者辣辣搿里。因为上帝的国辣辣㑚心里。有朝一日，哪会希望看到神子的一个日脚，但却看不到。神子降临的日脚，就像闪电凌空而过，照亮了整个苍穹。但是，伊必须先受交关苦，又被当今的人们所抛弃。天地消失，就比费时立法的一点一滴要容易。我告诉你，有交关先知特指君王，希望看见衲所看见的，却没看见；希望听到衲所听到的，却没听到。我呢，应当做点啥呢？立法哪能讲呢？侬哪能解释呢？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侬的上帝。并要爱邻居，就像爱自家。侬讲了对，侬搿能做就必得永生。啥人是我的邻居呢？勿是搿些兵士。该啥王呢？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亚利过去，遭到了强盗的袭击。伊拉剥脱了伊个衣裳，拿伊打得半死，就夺回伊走了。正好有一位祭司路过，伊看见迭个被抢劫的人，就从另一边绕了过去。又有一位利未人来到这里，看到一个被抢劫的人，也从另一面绕了过去。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走路来到这里，伊看见被抢劫的人，心里充满了怜悯。伊走上去，拿油特子酒倒了伊个伤口了，包扎好了，扶伊骑上自家的牲口，带到旅店里去照顾。第二日，伊拿出两个银币交拨了店主，关照伊照顾被抢劫的人。伊对店主讲。这个以外所需要的费用，我回来以后必将奉还。这三个人当中，哪里一个人的行为像被抢劫的人的邻居呢？家就一个人。侬去照这个样子做吧。啊，让小囡到我得来，不要禁止伊拉，因为上帝国中的子民正是像伊拉的那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，凡是不能像小囡可能。承受上帝旨意的人，才断然不能成为伊的子民。凡是以我的名义欢迎这个小囡，就是欢迎我；凡是欢迎我的，就是欢迎派我来的一位。因为那之中最卑微的，是最伟大的。拿杀了人亚索，正经过搿搭。亚索，亚索，大卫的子孙，
苦力苦力我吧，苦力苦力我吧。侬要我为侬做点啥呢？我要能够看见。搿就看见吧，侬个新娘救了侬。我看得见了，我看得见了，我看得见了。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一路浪向成群结队的人到处围见伊，人们请求伊指出得救的路，并且教导伊拉更加多关于上帝的国的情况。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先知。我个主啊，老师，救救我吧！我们一条正确的路吧。人民开始接受伊为主特指老师。在了亚历谷有个守吏名叫撒该，伊想要看耶稣的欲望是个样子的强烈，以至于跑到一棵树上向去登高看望。撒该，快下来！今朝我要住了侬屋里。我的屋里？啥人愿意住了伊的屋里？撒该哪能会得认得耶稣？听我讲，我拿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了穷人。我假使讹诈了啥人，就还伊四倍。我不相信，一个税吏高位已收到税金，不可能。今朝救恩来到这个屋里，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甚至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他是拯救人生的人。听我讲。我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了了伊面，先知所写的一切关于人子的事体，侪奖赏伊，伊将被交给外邦人，伊拉将戏弄伊，凌辱伊，吐痰吐水，了了伊面孔了，伊将遭到鞭打，特子杀害。但是第三天，伊要复活。耶稣明晓得伊将为神来的罪而被杀害，伊还是启程去耶路撒冷。交关人欢庆伊的来临，并且宣告伊是伊拉的王。命令侬的门徒安静。我告诉侬，假使伊拉不欢呼，这些石头才会得呼喊起来。平安，荣耀。
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辰光，看见了搿座城市，伊为搿座城市而哭泣。今朝，人家是能够晓得通向和平的道路，该有几乎好。没办法，衲看不到。在了未来的日节里，侬的敌人将逐渐上来，弄侬四面团团围绕，要彻底消灭侬，特指侬城墙里的子民。侬特指侬的儿女也不能幸免，连一块石头也不能立了了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侬没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。耶路撒冷的圣地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，而不是一个礼拜的场所。人们侪宣称耶稣为王，所以一些政治家和宗教的领袖反对耶稣的行径，日益增长。我听讲，交关人侪称伊为王，一个王，搞花子猖獗，特指盗贼的王。我呢看见过迭种人，伊拉来了，提出伊拉的主张，又走了，把人家忘记了。不要视而不见，伊个信徒与日俱增，老百姓赞赏伊，要认为伊是王。我现在警告呢，假使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，我就要拿，否则，伊可能讲了对，我也应该去质问一下这个加利利人。搿群文士特指法利赛人，越受到耶稣的谴责，就越反对伊。但是，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也辣辣不断的增加。捐献得太少了，侬难道不能多捐一点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位贫穷的寡妇所捐献的比大家侪多，因为其他人侪富足有余，拿出一部分来捐献。但是各位搿能样子贫穷的寡妇，拿一切赖以为生的铜钿侪捐献了。侬告诉我呢，侬有啥个权利讲搿种闲话？啥人拨了侬搿种权利？我还要问哪一个问题？有施洗礼的权利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间？我你哪能对得呢？我你假使讲来自上帝，伊就会得讲。那为啥不相信耶稣呢？不过假使我你讲来自人间，此地的人会用石头打我你，因为伊拉侪相信耶稣是先知。我你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也不告诉你，我凭着啥个权力做这些事体？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，并且拿伊租给了佃户，就离开屋里，辣辣别个地方住了长远。到收获葡萄的辰光，伊叫一个仆人去寻找佃户，
要伊应该得到的一部分收入。但是第五呢，这个仆人打了一顿，叫伊空手而归。于是又叫另外一个仆人去，第五又拿仆人打了一顿，并且凌辱了伊，又叫伊空手而归。伊又叫第三个仆人去，第五拿伊打伤了，并拿伊赶了走。葡萄园子问自家：我应该哪能办呢？我叫我心爱的儿子去，伊拉一定会得尊重伊。商人晓得第五看到伊，就商量讲：这个是园子的儿子，我拿伊杀脱了，伊个产业就是我拿的了。请讲下去。于是第五门拿伊推出葡萄园外，杀脱了。葡萄园子将会哪能样子处置伊拉呢？伊一定会拿这些地户杀脱，拿葡萄园交拨另外个地户。搿段经文的意义是啥个呢？你是讲说独特的块石头，却变成了最重要的基石。凡是掼了一块石头浪的，将被掼成三块。一块石头落了啥人身上，还要拿啥人敲来？老师，我你晓得侬所讲所传的才是正确的，并且不以地位取人，而是传授了上帝之道的真相。告诉我，我你那手把罗马皇帝是不是违反了我你的法律？子，请当心，伊要捉弄侬。拿一枚银币给我看。银币上的头像特子名号是啥人？凯撒。葛么就拿凯撒的么子还拨凯撒，拿上帝的么子还拨上帝。侬还有啥闲话讲？吴小姐，也叫雨夜姐，快到了。耶稣派西门彼得搭至约翰去准备逾越节的晚餐。我非常想辣辣受害以前，他那一道吃逾越节的晚餐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再吃这个晚餐，直到成就辣辣上帝的国里。主啊，我你的上帝，宇宙之王。侬使葡萄藤上结出果实，向侬祝福，拿拿这个拿去，大家分来吃。我告诉衲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吃这个葡萄汁，直到上帝的国来临。主啊，我你的上帝，宇宙之王，侬使土壤生出病来，这个是我的身体，为衲所的，衲应当搿能样子去做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搿杯酒。是用我的血流我的心血，我的血是为哪而流的？但是看啊，一个出卖我的人，和我了了一张台子了。人质果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去死，但是出卖人质的人又在乎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子啊，讲出叛徒的名字。
那当中一个最大的反而应该像年纪最小的，做领袖的应该像仆人。啥人最大呢？是坐下来吃饭的人，还是服侍人的人呢？当然是坐下来吃饭的人。但是我辣辣那当中是服侍人的，那同我一道度过了我所有的磨难，正像我父赐给我统治的权力，我赐给那以同样的权力。那要辣辣我的角度里和我同日吃喝，并且坐辣辣宝座上统治以色列十年的支派，搿么就没叛徒了？是嘛是嘛，侬听来，实在想要考验那每一个人，拿好人特子坏人分开，就像农夫拿麦特子糠分开一样。我曾经为侬祈求，叫侬勿至于失去信心。侬回归我以后，要激励侬的兄弟们。主啊，我愿意和侬一道去坐牢，和侬一道死也甘心。我告诉侬，今朝辣辣鸡叫之前，侬会得三次否认侬认得我。我差那出去的辰光没钱包、口袋、鞋子，那缺脱眼啥吧？不缺，啥个也不缺。但是现在有钱包或者旅行袋的人要带了海，没刀的人要买脱披风、买刀。我告诉你，今朗写了海，已被列在传办之中。今朗写的关于我的事体，正辣辣实现。子，侬看，搿搭有两把刀。搿就够了。长老会议开会，考虑哪能处置亚述。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，迭个人是亚述十二门徒之一。那要祷告免受引诱。以色列加略人犹大为了区区三十块人民币出卖了亚述。亚述晓得伊为神来的罪而屈死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，伊祈祷了。就拿这个杯子拿走吧，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愿，而要成就侬的意愿。一位天使的显现为伊增添了力量。耶稣的汗像大的血滴一样滴了了地浪下。为啥困觉呢？起来，祷告吧，免得有迷惑。
有的。侬是用亲吻为暗号来出卖人质吗？是啊，我你可不可以用刀片？来，逮捕你！够了！哦，奇贼！那拿了刀棒来捉我，拿我当作强盗吗？我曾经天天和㑚辣辣圣殿里，㑚并没下手。现在是㑚亡灵的时刻，黑暗掌权了。队长，兵士们拿耶稣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向，嘲笑伊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个是王朝的披风，看啊！告诉我呢，就要发生啥事体？陛下，侬要拯救我呢吗？侬要拯救我呢吗？这个人也是耶稣一伙的。侬这个女人，我不认得伊个。我看见过伊拉拉一道。侬个班是一个托人，尊敬别人的子民哪能？侬也是伊拉一伙的，我不是个。我不晓得拿了钢钢的啥。亚索转过身来盯牢子彼得看，彼得于是想起主对伊讲的闲话。在了今朝鸡叫之前，侬会三次讲侬不认得。祈求侬，凭借侬个伟大的权力，按照侬个意愿去做吧。当我你个父辈反对侬个教导的辰光，侬原谅了伊拉。侬对伊拉非常气恼，但是并没毁灭伊拉，侬看死了伊拉。因为侬爱伊拉，因为侬同世界浪向的人顶过死呀。我你看到了侬对事业的一片忠心。侬猜猜看是啥人打侬啊？侬是先知，告诉我呢是啥人打侬啊？侬讲啊！不要动手！我讲不要动手，那你带到工位去。走走。
告诉我你，侬也是弥赛亚。我假使告诉侬，侬也不会得相信。我假使问哪一个问题，哪也不会得回答我。从今以后，臣只要坐了万能上帝的右面。那么侬是上帝的儿子了？对，我是。啥人把伊娶了？让伊搿能介讲闲话？哼，罪过。我呢才亲自听见伊搿能介讲了。我你带伊去见比拉多。对对对对对，带伊走，带伊走，走。伊拉拿伊带到西罗马最凶恶的地方馆本丢比拉多面前。比拉多曾经拿几千个人钉死了十字架上。那一清早到搿里来有啥个请求？我呢捉牢迭个诱惑我呢百姓的人。伊辣辣地堂集市浪向引起了一场骚乱，哪能惩罚伊呢？判死伊！我看没理由判伊有罪，没理由。我呢认为伊有罪，伊叫大家不要纳税不干涉。还讲自家是弥赛亚，是王。王？侬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个是侬讲的。伊先是辣辣加利利，现在伊到搿搭来了。辣加利利？迭个人是加利利人啊？既然搿能，就让西律处理伊吧。西律还来亚鲁沙人吗？带伊去见西律。侬讲侬是啥人？侬个门徒是啥人？人家在讲侬有神通，露眼拨我看看。老爷，伊辣负责所有的人，伊自称为王。嗯？我啊，陛下，哼，狠狠的打。你送我到比拉多那边去，你住在伊管的地方。这个人没做过应该能有判处死刑的事体。因此我命令抽一顿鞭子，然后放伊走。
每户这个节日，侬有义务释放一个囚犯给我呢。请释放巴拉巴。对，释放巴拉巴。除掉这个人。你已盯上了十字架了。对，你盯上了十字架了。侬用鼻子抽伊。皮拉多，侬还等点啥？伊拉高声喊叫，要求拿耶稣钉辣了十字架上，因此比拉多判处了耶稣死刑，拿一个因为作乱杀人关辣了监狱里向的巴拉巴释放了，又拿耶稣交拨了迭个一伙人去钉辣了十字架上。古里奈人西门，侬过来，隔断绳子。亚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而哭，那应当为自家特子自家的儿女哭泣。因为搿种事体既然能够发生了树木青青的辰光，葛末树木干枯的辰光又会得哪能呢？上帝帮助我，我为侬祷告。走。
宋仁子。我啊，赦免伊拉吧，因为伊拉不晓得伊拉在做点啥。你救了别人，让伊也救救自家吧。侬假使是弥赛亚，只有救救侬自家吧。从十字架上下来啊！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上了，立了两个道士的当中，应验了先知立了几百年前头的预言。这个可不是普通人变人物的衣裳啊！来，不，我放手，不要插话脱了。不管我要不要，我跟侬讲，我捏木材。好，木材就木材。来，哈哈，侬这个家伙真的高头啊，侬赢了。打算派啥个用场？在了伊头的上方钉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了海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王。”侬假使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救救自家吧。这样嘛，哎，那么救救侬自家，哎，得罪我你吧？侬就不怕上帝吗？伊没做错事体，但是伊和侬一样受到了同等的刑罚。耶稣，侬成为王以后。降临的辰光，求侬记得我。我答应侬，今朝侬要同我一道到乐园去了。当时正好是中午，但是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。一直到下半夜三点钟，
圣殿里向的幔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我拿我的灵魂交给了侬的手里了。荣耀归于上帝，可真是个大逆之人啊。亚历马太人亚瑟是宗教会议里向的一位正直的成员，伊不同意这个勾当，伊从本丢比拉多一面获得许可，将耶稣的遗体辣辣太阳落山礼拜日开始之前安放了一座坟墓里向。看死我你吧，让我你跟了去看我你住的遗体。大家侪欢迎，但是快走，后三日就要到了。在了安息日的凌晨，伊拉来到坟墓，带来了伊拉准备好的香料。伊拉发现石头从坟墓上向滚开了。伊拉进到坟墓里向以后，发现主耶稣的遗体也不见了。为啥在了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？伊不辣搿搭了，已经复活了。应当记得伊辣辣加利利的辰光对㑚讲过话，人子必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，钉辣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坟墓，主的遗体不见了。啥？主的遗体不见了？两个男子显现了我面前，伊拉是天使，像太阳一样真身发光。伊拉对我讲：“那为啥在了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？搿是真的。哦”相信我吧，我看见了，那自家去看看吧。坟墓空空。我你的志气了，彼得，侬一定要相信我你。
果然复活了，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。天母一路浪向，我你没认出伊来。当伊扒开饼的辰光，我你就认出伊了。来了姨妈护士，伊哪能会到伊面前个真瓜？女娜平安。那为啥困惑呢？那心里想为啥出现这些疑问呢？那看看我的手特子脚，才会晓得实在是我了。摸摸我看，才会晓得了。魂灵没骨没肉，那看我是有的。这个就是我从前告诉那个闲话。从前当我和那同在的辰光，我告诉过那。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，特指诗篇上凡指我的闲话，侪必然应验。经上写了海，弥赛亚必然受害，了第三天死而复活，而且要用伊的名义传播悔改，特指赎罪之道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到万国，那侪是迭个事体的见证人。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衲，但是衲要了耶路撒冷等候。直到那领受到从天上降给那个能力。赐福给了衲，并保护衲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侪赐给我了。所以，衲要去教导万民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替伊拉施洗。凡我所吩咐衲的，侪教导伊拉遵守。我和衲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先知老早就来圣经里写明，上帝要派弥赛亚来拯救罪人，让伊拉和上帝和好。耶稣的生命清爽地表明，伊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。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写了，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，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上帝的能力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了，伊就生了耶稣。正如圣经里的记载，童贞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，好叫人晓得这个婴儿就是弥赛亚，伊是上帝的儿子。人看到耶稣，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。耶稣赦免人的罪，医治病人，拯救人，让伊拉能够进入伊永恒的国度。耶稣献出自家的生命，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。三天以后，伊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耶稣讲：“我有权柄索取我的生命，也有权柄拿伊捞回来。”耶稣的生命正如中西子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描写一样。的确，耶稣是上帝的道，通过耶稣，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于自家。耶稣讲：“天地侪要废塌，我的闲话却不能废塌。”起初，上帝创造人，好让伊拉能够幸福地生活了上帝面前，但是人不听从上帝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就犯了罪，罪就拿人和上帝分开了。圣经里写了了，所有的人侪犯了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罪人不能活了上帝的面前。正如上帝
预备了一只公山羊，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洗。上帝同样派一个独生子替亚当的后代洗。伊搿能介做，好让相信耶稣的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使徒彼得讲，中先知所讲的就是耶稣。伊拉讲，凡相信伊的人，上帝必赦免伊拉的罪。因此，凡是跟从耶稣的人，就会脱离地狱的刑罚，并且和上帝永远在一道。耶稣从洗礼复活以后，对跟从伊的门徒讲，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宣告，凡认罪悔改、归向我的人，上帝必赦免伊的罪。耶稣还讲，伊要派圣灵来，和跟从伊的人来一道，教导伊拉真理，给伊拉能力，使伊拉能够遵行上帝的道。当一个犯罪的女人承认伊的罪，开始跟从耶稣的辰光，耶稣对伊讲：“侬的罪被赦免了，因为侬相信我，所以侬得救了。”耶稣讲：“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，说明伊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。”耶稣叫人跟从伊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，并且求耶稣救伊。耶稣回答讲：“今朝侬必定跟我一道来乐园里了。”凡是愿意跟从耶稣的人，可以用下面的祷告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啊，侬是公义的，谢谢侬爱我，我违背侬的命令，犯罪得罪了侬，我交关难过。谢谢侬派侬的儿子耶稣为我死了十字架高头，后来从死里复活。谢谢侬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替我受刑罚。我愿意跟从侬的道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的主。谢谢侬赦免了我的罪，让我能够跟侬永远来一道。我求侬赐给我侬的圣灵，跟我来一道，向我显明侬的道。求圣灵给我能力，让我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侬，让我的生命讨侬的喜悦。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侪来赞美侬。阿门。耶稣谈到跟从伊的人，讲：“我的羊晓得我的声音，我认得伊拉，伊拉也跟从我。”跟从耶稣的人天天告耶稣谈心，或者耶稣来圣经里的闲话，伊拉或者耶稣的榜样，和其他跟从耶稣的人聚了一道，还讲给别人听耶稣是啥人。耶稣身体回到自家的宝座之前，圣经讲：“上帝已经拿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我了，那要确实的晓得，我始终跟那来一道，一直到世界的结束。”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应许。